有你加嘴。各位哈，这个第25届法律主题学院真紧哦，已经第25届哈。各位校员，大家高赞。我还有个在马斯哈，这个今仔我台北要来哈，未歹哦，天气开始安尼出日安尼哈。今年的一月、二月安尼雨落袂停安尼哈。落啊，四季拢足湿的吼，啊，即马渐渐天气开始好起来吼，所以台湾的春天吼已经到啊吼，啊，咱台湾地位啊要解决，可能即个春天也是渐渐近啊啦吼，啊，所以真好吼，台湾的春天甲秋天吼，我是感觉天气足赞的安尼吼。啊，因为天气较热吼，所以各位可能暗时伫遮啊睏啊较好势啦吼。哦，迄一月的时阵哦，啊寒啊呢皮皮准哦，有诶学员可能被嘛盖袂烧咧吼，即卖应该无问题啊吼。啊，我即卖是讲吼，承担即个世界发生诶代志来讲起啦吼。咱知影即个北非吼，地中海南边有一个国家叫做利比亚吼，啊，利比亚伊即个独裁者呢叫做科诺·加达菲上校啦吼，哦，伊独裁40几冬，40几冬敢演伊会倒，啊，到尾嘛是演倒咧吼，伫旧年二月。利比亚的人民开始起来反抗科诺加达菲吼，啊，当然是有少迄个联合国的力啦吼，啊，搁即个 NATO 的力量吼，有轰炸 NATO 用迄个火箭吼，轰炸利比亚吼，结果等二月开始内战，拍到差不多10月吼。噶大卫就站袂住啊，开始要走啊！啊，所以要走的中间呢，去予即个反恐军掠着吼，啊掠着，无该掠来审判啦。掠着时，伫个当场吼，都反恐军拍死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就是讲独裁者原来演会倒吼，啊主要来